韩国电子大厂 LG 周四在台推出影音旗舰新机 V20， 是全球首支搭载32位元 HiFi Core 的 DAC 智慧手机，搭配提供的 VNO Play 耳机，完全展现音响级高音质。它的前照相机还有后照相机都搭载的双广角的一个镜头，让消费者在不管在自拍或者是跟大家一起在拍的时候，都会有一个广角，不用再带一些自拍神器的这部分。哦，有了超广角镜头，多少人都挤得进来，所以自拍神器丢掉了。双主镜头为1600万画素75度标准镜头及800万画素135度超广角镜头，前镜头则为500万画素120度广角。那它这次的建议售价也非常的亲民，在21900，那上市的时候也有搭载着电池组的这部分，让消费者能充分的使用到这台手机，还有它外出的时候都非常方便的使用。动新闻综合报道。